美奥利中华好声音，澳洲好乳品，我爱美奥利，正宗好奶粉，正宗好声音。大家好，这里是由澳洲著名乳制品品牌美奥利独家冠名的美奥利澳洲中华好声音，我是韩汝平。同时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澳洲著名百年乳品企业奥天利乳品公司的荣誉品牌美奥利独家冠名赞助播出。那么奥天利公司旗下拥有美奥利、金奥利、奥天利三大乳制品品牌，自从2011年起与墨尔本著名企业奥华集团合作开拓中国市场。2012年初，奥华集团成功收购美奥利、金奥利、奥天利三大品牌中国附加经营权。基本企业奥华集团是墨尔本著名多元化、国际化投资性企业，业务涉及投资、教育、乳品制造、医疗器械、国际贸易、移民等。旗下拥有奥华投资、奥教集团、奥天利乳品销售、奥诗瑞灭菌仪器、奥华移民、香港奥华国际贸易、上海奥天利、江苏奥天利等公司。有请他们。牵着我是真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要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限，帅气，我的感觉呢，这个新宇佳呢，舞台的感觉非常的好，形象也非常的好。那么，声音控制上呢稍微欠缺一点，但是我给你一点建议啊，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是
在 KTV 唱的习惯了，你们这个拉麦是怎么回事？怎么唱着唱着就一下子拉出来？我觉得这个一个是会影响声音，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在舞台上看并不是特别的好看，我觉得以后呢可能这个方面要稍微注意一些，那么然后可能声音的技巧啊各方面还是在需要，你的音色很漂亮，那么你需要再稳定，在气息方面各方面再稳定一些，那么这样呢你的声音就会更稳定，好吧，谢谢。那么我的感觉呢，其实相对而言，我觉得张颖贤表现的会更好一些。谢谢老师。哦，好大喘气啊！先把这心里加夸了一番，然后现在，所以说您的选择是，如果让你选的话，我的选择是张颖贤。我觉得他的从各方面声音各方面来讲是，从头到尾是很连贯、很稳定的。好的，来问问国明老师。他俩各有特点。这个女孩呢，她挺投入。高个儿稍微的叫张颖贤，张颖贤，这个叫西雨佳，声音好，但是他有几个地方有点音儿不准，他就唱中间我听着他有点跑，但是这个呢，你就是声音上吃亏，唱的感觉呀、啊，唱的节奏啊，美感你都唱出来了，把我真的这些歌里头，就这个、他俩唱的歌把我吸引进去了，唱的很好，但是他的声音。要好一些，但是你要下去把这歌好好弄一弄。所以说你要选的话，也是选。对对对。好，来，吃亏的声音上。哎，于峰老师，点评一下我们的学员。这个呢，也是就是跟刚才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二为一最好。啊，那么西雨佳呢，是他因为他跳舞嘛，他而且他有教跳舞，所以舞台感会比较好，他舞台感觉比较好。哎，各种形体啊，这样子，那么就是也给人感觉很投入。我不认为他有走音的现象。我觉得他呢，就是高音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吃力，可能没有用上这个呼吸，没有这个没用好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多多再练一下。在这方面呢，张颖贤呢，可能声音要比他自如啊。所以说您的选择是？按照好声音，应该是选择张颖贤。谢谢老师。事儿没事儿啊。好了，恭喜张颖贤。谢谢老师。在离开之际，有没有什么话？没事儿，我觉得。我的确有很多就是技巧上还没有很多掌握嘛，慢慢练呗，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能鼓起勇气来，我已经很开心了，对，来经历一下就没有遗憾了嘛，对。好，其实看到他也是很激动啊，眼睛里面闪亮着一些东西哈、啊，我就不说是，我就不说是什么。好，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点评，尤其要感谢于峰老师。后面路还很长，好吗？好，没事儿，没事儿。好，谢谢，谢谢两位，谢谢。